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安保防盗的高级系统顾问 John。 今天是我们智慧城市系列的番外篇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智慧停车场及其未来发展。停车场融合了新颖技术和传统停车场运营，带给客户舒适便捷的泊车体验，亦为管理增添弹性。主要特点有手机预定、实时车位监察、车牌识别主导的出入系统、室内定位、电子收费、电动车充电和全自动泊车等等。科技一日千里，停车场也悄悄地开始了巨大变革。自助预约技术简化了由预约、泊车到付款的相关手续。不少驾驶人士都试过驾车到停车场才发现没有车位。配搭 5G 物联网，现在只要利用手机程式就可以知道停车场的车位实时情况，不需要去到现场才发现泊满。在繁忙时段，更加可以利用手机预约车位，不会碰门钉。只要上传好车牌号码，已预约的车辆不需要再做人手登记或标签绑定等复杂程序，就能自助进出。出入车闸均安装了监控摄像头，并且利用精准的视觉运算技术定时摄取车辆牌照号码。有登记号码与系统的话，车闸自动抬杆，让车主驶入停车场。更可配搭各种支付方法，电子钱包、信用卡、扫码等，离开时会自动扣款，简单方便。创新科技，新型技术解决了不少技术痛点，并为使用者和管理人员带来全新体验。室内停车场环境复杂，全球卫星定位讯号不能轻易接收到，要实现室内定位亦不简单。利用蓝牙、雷射导航等崭新科技，可以轻易实现室内定位，配合手机室内地图，更可做到点到点导航，一步一步带到泊车地点，自此就不会轻易在停车场里面迷路。而且在各个车位均安装了精准的物联网传感器，有车辆停泊的话，会立刻透过网络通知系统，无论管理人员亦或驾驶人士都能轻松知道停车场的车位实时情况。物联网驱动的一站式管理系统为管理带来极大方便，达至节省监察人手、提高运营效率的效果。管理阶层更可以在系统按楼层和时段设定不同的收费和进出权限。再者，清晰的电子数码记录可以大幅降低行政成本，这些都会带来长远效益。展望未来，停车场的革新步伐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。随着电动车日渐兴起，在各地政府的鼓励和资助下，都逐步增设充电站。另外，近年还有一些更特别的摩天停车场，不但可以提供无数车位，更配搭上电子非粘自动泊车系统，车主只需要把车停泊在地下楼层，就会交由电子非粘自行泊车。总而言之，停车场业界一直致力革新，相信日新月异的技术必定为业权拥有者、用家和访客带来更好的泊车体验。想了解更多最新的科技资讯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点赞，下次再见。